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玩哥斯拉啦！今次打嘅系咩怪兽咧？今次打嘅怪兽系盖干72年版第一次出现嘅盖干啊，外星怪兽。哇，好重火力啊，敌人！好，要找些帮手先。找哥斯拉出来啊。真红哥斯拉。没了一半去了敌人。再来多炮。你得返好少时间的。啱啱好講一次，爭少少就輸啦。特別一日得翻啲時間，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